1988年，来自不同背景、天真无暇的我们，踏入了黎明小学的校门，并走过了6年的小学岁月。当时，年幼的我们不知天高地厚，捣蛋顽皮，常让老师们哭笑不得。但即使如此，老师们总是不厌其烦，循循善诱地教育着我。时光飞逝，93年6M班的我们离开母校已有20年。如今大家在不同的领域发展，各有特长，各有各精彩。我们虽天隔四方，但月共一轮。无论我们身在何处，黎明小学永远是我们共同的记忆。红色砖的墙和门前的小操场，是我们对母校的深刻印象。老师们亲切的笑容，同学嬉戏中的欢笑声，更是历历在目，源于在耳。20年后的今天，黎明小学依然如旧，只可惜我们这座美丽的校园即将拆迁。明日，黎明的原址和样貌将成为历史。伤感的心情在所难免，但我深信，这一切一切美好的点滴将永远伴随着我们。在这里，我们有缘相识，一同学习和成长。作为安邦黎明的校友，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。感谢您陪我们走过这美好的童年。我们衷心祝愿母校继续发扬光大，继续培养更多优秀的学子。所以我们很感谢黎明，也很感谢我们这班很好的一班朋友。感谢你们，
开心今天可以来这里，然后可以看到以前在这里玩耍，想到说当我们一早来的时候门还没有开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总是在外面趴着睡觉啊，然后等着开门的那一种，哇，那种日子知道是六点的时候，然后过后开门的就很开心，就一起上课室啊，那边有那一种，然后每一个角落都是桌子，然后比如说走廊那边是那种跑跌倒撞到人啊，这个东西，所以我觉得蛮好的。现在去